谢谢，真的啊，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呢。唱歌呀，我就跳舞，这样我进饶 rap 之后又多了一个才艺了，怎么办？我教会太多不好，人家一定觉得我都是那个啊。好了，乱讲。好，那我再来正要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。我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可以讲吧，哦，不管了，就先讲啊。这张专辑名字叫下雨的晚上，这个是因为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下雨的晚上，然后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新歌。它是在讲每个人都有很黑暗的那一段时光，那我都一直相信只要经过那个事情，你就会变得更强壮，就是你会变得更强，你会什么都不怕这样。然后这首歌我故意放在最后一首录，就是前几天才把它唱掉。然后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感觉，就会发现其实我跟你们一样，就当我在听我的歌或是当我在唱我自己的歌的时候，其实我就好像在对我自己讲话。这首歌下雨的晚上，我想要送给那个父啊，因为他最近也很忙，然后也在录专辑，而且他最近也是正在经历一段黑暗期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表演完以后，我们可以签名，好不好？好。那签名的动线，再请公司帮我说一下，因为我不知道啊。好，那最后一首歌《下雨的晚上》，谢谢你们来。